方便面，绿色面。我我也是。我是紫金表，我是黑茶。黑茶吧，黑茶啦。我是观音啦，你观音。我觉得很多男生没办法分辨这件事情，还是不愿意面对呢。高明不会分辨绿茶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是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是很好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分吧，只是假装不分吧。因为很明显，因为绿茶就是。绿茶表就是绿茶表，听起来好听。绿茶表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，怎么会没有感觉？在上面跳完之后，超强就说绿茶表就是会让你开心的生活。那他们根本就是明明知道，但是却不想要去面对，就是想要享受这件事。对，然后假装不知道。我最近看到有一种绿茶表，它会在男生下面留言，然后会打很长的那个弧线，大概打20个。要波浪吗？对，你好棒。真心觉得好厉害，然后说好厉害，那你怎么确保人家不是真心的？因为他什么都好厉害啊，就像你今天喝一个珍珠奶茶喝光了，好厉害哦，你喝光了，喝绿茶婊这样。对，他并不是真心觉得很厉害，他只是想要跟你讲话，想让你觉得他崇拜你，就是先把男生捧在第一位，捧他捧上天。对，我真的比较少遇到，但是真的很讨厌的。真实生活面啊，还有一个很容易分辨的事情，就是他跟女生讲话，女生讲话是两个人。因为他对男生的时候就非常好，然后对女生的时候就是非常冷漠，可是他看不到他对女生的跟娇滴滴吧，好在男生面前我不喜欢。然后跟男生可能就是喝可乐喝醉这样，跟女生琳达哎，走，滑雪这样，对，就是会落差大，有那种提东西会故意要露胸，叫露胸那种，或者是我觉得是很装作很弱的，就是可能像你来讲提个东西都会抱送，对，那男生就会心疼去帮他拿。可是我讲真的，我很讨厌人家帮我拿东西，因为自己拿比较快嘛。可能男生会生气，对，会帮你拿，那你就真的给他拿了。好啊，因为我们是在王美面前哦，超级自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男人就很自卑，就觉得他们一定觉得我很这边很朴素，因为他们都很浓妆，然后又很娇滴滴，这样男生一定很喜欢。可是他们那种女生跟我讲话的时候，就非常冷漠，就说啊，厕所在那边，就是类似。那男生肯定是拍。一直用身体去碰触，对啊，就是你真的好帅。有没有碰触吗？你们会去碰触男生吗？其实我会，可是我的手。对，或者你讲什么？我这样捶他之类，不会说你真的很好，摸这样。胸部整靠在对方身上，对，靠。对，我们都会看得出来，就是自己已经碰到了。对，就碰到了。为什么你站不稳吗？就是正常来讲，不会去用一直去，这是个礼貌吧？还是用胸部什么的打招呼方式？我觉得肢体碰触这一点，好像很多女生不会注意到，然后男生就会很享受。对，而且男生可能说啊，他们就是什么兄弟啊，兄弟不是这样的，兄弟。遇过一个是很喜欢在男生面前讲一些很色情的东西，就想要让男生对他们有想法。我也遇过，我也遇过。就有些人好像很 open。我们刚才比赛就是吃那个小黄瓜，他得吃比较长。就是那种，可是跟超强这样，如果你是
你就可以看看，你不要只他对你开心你就爽就好，你看看他对周围的人是有不一样，有的话你就可以分辨出来，哎呦，特别是对于女生，对，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态度？没错，我觉得最好分辨方式就是你女朋友是你不喜欢的，你就离远一点。没错，如果女朋友不喜欢，你就不要接近她。对，因为你女朋友会帮你分。对，就是她真的不是你女朋友，她是她就是。想要跟你交朋友，那我们今天片段就结束了，再见，拜拜，下一下。